刚刚是要有你们一个顿点，准备接投篮。现在是你的人要去追着球，所以跳过来，胯下背后的时候追着球，觉得不行的时候再运它。好，再一次哦。所以你会跳、跨、背、走，再拿它。好吗？所以追着球跑，不要太早，让你的球刹车住。走，不要让你的球太早不转哦。你的球只要不转，就已经算收球了，可以吗？就是你只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就只剩下投篮，或者是就只剩下切入。这不是技术教练在教你们，技术教练专门在教就是如何让你们永远保持有更多的选项。所以等一下一样是跳棒，哎，抱歉，我做成换手，不要跨下背后。啪，棒棒，再接着走。每个人的投篮都不一样，所以有些人会是一二这样子。那有些人就会像我是直接接的，像我喜欢直接接，所以你会踏跳跨背走，再走，可以吗？好，回去吧。不要太早。